上網睇過一啲咧高登討論區，或者而家連登都間中會有嘅，講一啲香港市民徒步咁樣跨區行。於是今日我就決定拍一個 YouTube 版嘅徒步跨區行，耶！呢條友好似唔好做運動，佢嗰啲瑜伽衫仲多過我做coffee 嗰啲片咯。睇嚟你體能一定好咗啦，我今日要測試一下你嘅體能係咪真係好咗啦？耶！好期待，好興奮啊！介紹下你嘅裝束先。好，白色嘅上身啦，一條紫色嘅瑜伽褲，白色嘅冰款。我覺得呢一啲衫其實好重要，我都有一件啦。拍曬黑都要著翻件褸，但係最好買翻運動牌子，咁淨係排汗透風咧，咁就唔會中暑啦。咁上身咧就襯翻 Kitling 就著咗白色通嘅一件上身，好少瑜伽衫係有幼帶設計，除咗顯瘦之外都會性感咯。同埋下身就搞一個深色啲嘅瑜伽褲啦，因為我覺得自己下身就最冇咁瘦嘅，咁我就想啊睇落去纖幼啲咁樣，就揀一個深灰色衫就襯好啦。今次我哋係連 Color Con 都襯埋嘅，今次我哋。戴咧就係 Acuvue Define Fresh 嘅兩款新色，我戴呢一款咧就叫做 Fresh Latte 拿鐵啡 ，Kitling 就梗係戴紫色嘅啦，佢呢只就係 Fresh Latte 丁香紫，一款就偏啡，一款就偏紫，超級啱我哋嘅 Acuvue Define Fresh 嘅呢一個系列，佢嘅 Con 咧最特別嘅係咩？係有佢哋獨有嘅三層手繪花紋設計，近睇咧就會睇到每條花紋嘅線條啊，好多層次，好細緻，同埋隻眼咧睇落去就會好有精神啦，好似玻璃珠咁樣炯炯有神，我覺得加翻少少眼線，又或者中意加啲深色眼影喺眼尾。已經夠曬精神啦！我咧就揀咗 Fresh Lily 丁香紫，其實因為唔係款款紫色嘅 con 咧都可以做得咁自然。今次呢一款咧就用灰色通為主啦，再 on top 加啲紫色，戴咗上去之後咧，顯色得嚟咧又唔會太浮誇，仲可以加幾分氣質添。化淡妝或者全妝咧，我覺得都好適合，眼神咧可以變得更加神秘迷人，好啱搭配埋呢個 cat line 啦。每一次出街化妝嗰陣咧，如果你都會諗啊戴咩 con 好咧 ，Acuvue Define 咧就可以啱曬你啦，佢好容易襯啦，戴起上嚟都好舒服啦，無論點戴都。唔會出錯，啱曬你長期擺喺化妝台度啊！我第一次學識戴 con 就係戴 Acuvue Define， 因為佢嘅舒適度好高啦。我覺得舒適度嚟講，佢點都一定係最好。你仲可以上去嗰個官網度試埋啊，咩款式啊，咩顏色適合自己。各方面準備就緒，我哋就差唔多夠鐘出發。呢一度咧就係 Nikki 啦。咁我哋今日目標咧就由新蒲崗廣場行到去呢個葵涌廣場。我上網睇咗，大約係1K咯。我睇地圖就兩個半鐘咯。喂，做咩啊？行噶啦。喂，睇邊面先。好似睇電視嗰個。首先我戴咗呢個。喂，你好勁啊！可以出冰珠啊！我想講嚇，我冇任何透涼嘅嘢喎。我皮膚敏感啊，我而家塊面甩曬皮咯，屌！會好翻㗎。如果我塊面突然之間咧，無啦一大一大咁出，都唔係因為皮中暑，我皮膚敏感。我驚蚊啊！我哋冇帶。只要諗住冇就唔會有蚊㗎啦。啊！呢個係咪顯化？係啊，冇錯。可唔可以顯化？蚊完全冇，我淨係 OK 咩？啲人哋有單車啊！咦係喎，點我哋玩曬單車嘅？唔識踩單車係啊！我哋唔好笑，我用曬啲 energy 啊！有沙包打嘅，哇！真係啊！你知唔知邊個擺到？我要買水啊！我唔會喐咯。啊，我等你啊！好啊，行少兩步得兩步呢個時候，慳得就慳，平時一定陪佢嘅，而家算啦。邊層好啊？我諗緊下個月可以瞓邊。我哋行咗一個地鐵站啦，耶！九龍城，你行邊邊啊？大 ，OK。咦，買杯咖啡先，我頂唔住啦。黐線，冰塊已經買雪糕。Kitling 食完一啖之後嘅表情，可唔可以點救佢？食到第四五啖已經冇咗個嘅感覺。係啊係啊，我都係兩下。你除咗衫啊？好冷。我係堅持唔會除嘅呢件衫，除非我上咗白車嗰一下有冷氣，你可以幫我除咯。Oh my god！ 哇，我覺得好靚喎，我覺得啊。前面嗰啲都 OK 啊。係，你哋成日都話我淨係識買龍性感，我有死啊！插到地牌，就發現原來自己屋企嗰啲政府賜我地，所以佢就覺得喂，原來我有地㗎，係我㗎，要俾翻我，要俾翻。
塊嘅衝突藝術感咯，因為工整得嚟，但啲字係冇標點符號啦，一堆輸出咁樣。咁大家如果有興趣了解更多，都可以過嚟睇呢一個墨寶咯。要坐低唞一唞先，得啦。我平時好少飲水嘅，咁樣行法其實有少少脱水狀態，因為而家夏天。不過好彩，我嘅眼睛咧就夠水啦，因為我今日戴咗 Active Define， 佢一隻長時間戴同埋係出街戴都可以 keep 住水潤舒適嘅 Color Con， 因為佢係色素夾層設計同埋獨家鎖水科技，可以令到我哋全日戴咧都唔會有異物感 ，keep 住舒適水潤。佢呢一副 Con 係可靠過我自己，因為我自己唔識補水，好口渴，我飲啖嘢先。但係咧，無論你哋係新手定係戴開 Color Con 啦，都記得要去眼鏡鋪度配驗同埋買行貨，由專業嘅視光師驗眼嘅話咧 ，Color Con 有品質保證同埋售後服務，咁樣咧就戴得穩陣同埋安心啦。眼睛係好重要嘅器官，我哋一定要好好咁樣保護佢。我記得我嗰間係墨華街嘅，但係而家執咗。等我哋繼續啦，不如。好，我哋繼續睇下先啦，不如。行兩個半鐘啊嘛，而家九點鐘啦。行啦。你要唔要買架車啊？行到攰。好靚得意喎！買架車先。好靚啊！好靚啦！即係我哋嗱聲幫男朋友結婚生仔，俾我哋仔女玩。你真係咁想要部嘢咩？而家嘅時間就係4:30左右啦，即係接近行咗兩個鐘啦。我哋已經行咗一半，係一半都行咗4.3公里，好高效。地圖就話仲有3公里，咁佢就話仲有43分鐘，咁根據我哋嘅速度啦，加多半個鐘就可能到零鐘鐘之後到啦。咁呢一條咧就係打大佬路，因為全程都係斜斜地嘅。同埋我去到而家開始覺得真係攰咯，但係呢度嘅空氣又好啲喎。係啦，呢度空氣舒服啲，我覺得行得開心啲，因為冇乜人。咁我哋就繼續目標葵涌廣場嘅葵涌廣場嘅我想食魚蛋，我想食 Q 餅。啊，好啊 ，Q 餅。各位記住，貧的致富，錢可輕家。頭先見到我36B 啊，跟住佢就嗌我依條搭呢一架翻屋企，但係已經跟唔上。係啊，尾燈都見唔到啊！跟住佢就你啊！各位觀眾，我要向大家介紹，呢個就係我發現嘅香港隱世小瀑布，但我唔知道其實係咪真係咁隱世，但我身邊啲朋友唔知咯，咁所以我當佢隱世啦。我居然喺市區都可以欣賞到呢個自然嘅景觀，雖然佢好窄，但係都幾賞心悦目啊！我哋啱啱經歷咗個青山公路段，冇錯，而家嚟到呢個長命車。呢度係大連排道，一落去就係大連排道，跟住對面就係 KCC， 跟住就可以去到葵興站。就已經到，其實基本上兩步，但係跨咗。等陣我轉下腳腕先。係啊，就喺度。喂，我啲樓梯位單腳企好驚啊！好彩係落嘅，不過。終於進入了我們的行程第一個的冷氣地方，看看扭蛋先，我看看塊鏡先，放棄扭蛋是不是真的在這裡，我想想先，我相信你了。大家都可以試下挑戰一些你覺得不會做到的東西，平時因為當你挑戰完之後你就會覺得你什麼都做到，我真的很厲害。你知道香港地做了些什麼，但你做的活動是你未做過的，那你的新鮮感又會來了。地方沒得變，但是心態都可以變下。四個鐘，我哋比起個 Google 嘅預計時間多咗個半鐘。呢兩個嘅 reference 係嚟自於兩個都咁多人，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。但係4個鐘又唔算話真係好耐。我到而家我覺得好神奇啦，我哋幾個鐘前係喺新蒲崗啊，完全冇搭過交通工具，跟住係啊，即刻仲頂到咯。大個肚頂唔到啦，要去買食啦。好
爽。今日的心情我哋兩個都認同是上升了的快樂指數。冇錯，我哋都知道大家最近嘅一啲煩惱啦，但是我哋行下就發現，咦，我哋頭先好像冇乜點諗起那些嘢咯。我記得買啲 tour 嘅朋友，佢嗰時係只有散步，我們才真正聊天。哦、但係呢一句嘢，我是很認同咯。如果對我有興趣的男仔，你要約我散步。其實我哋嘅攰大部分喺傾偈嗰度，係我哋喉嚨攰咯。今日對咗我哋成日啦，即係你哋都會見到我哋好精靈啦。而家行完都就算咁攰，咁都係因為 Activ Define 嘅 Con 一啲光都冇咯。我真心我而家係勁舒服，推薦跟啲 Activ 俾大家。Activ Define 除咗 Flash 系列之外，仲有 Classic 系列、經典大地色系、低調得嚟又有小心思，推薦 Radiant Cheat 閃轉瞳，佢嘅內層係粉嫩金，可以提升我哋天生嘅顏色，加埋閃轉瞳嘅外層同埋深啡嘅外環圈，雙眼望落就更加。仲有 Natural Charge 閃亮金，多層淡金色的一個外層圈，再加上黑色的環圈，可以提升你眼珠的深度，正式眼閃亮得來都很自然，很適合你上班上學戴的。如果大家都想試一下戴 Adafield Defy 的 Canacon， 就可以 download 這個 My Adafield 的 App 登記成為會員。這個 App 可以幫到你在附近的指定店鋪預約驗配，成為會員還可以享有不定期的獨家優惠。今天這條片就來到這裡了，大家就多點去散步啦。天風暴又完成了一個我們沒想過會一起完成的東西，但我們接下來會完成一些更瘋的東西，我希望可以成事，到時就再告訴你我是喜歡買關子，我就是這些有一點東西就不講給你聽的人，吹什麼？如果你真的很不鋸的話就給我一個 like， 還有留言說你不鋸咯，你生氣到爆的話你分享給個朋友。拜拜，天風暴完了，天風暴走了，天風暴吃東西了，拜拜。